借假修真，对不对？真在哪里？真在 data 里。所以你说，你像所有的进展，如何如何如何，最后还是要见公婆，还是很现实，谁拥有，自己拥有。所以这有时候有点像那乐乐球，有没有？丢丢球还是什么球？先丢出去，它还要回来，为什么？它跟线丢丢球，是不是？那会不会转着顺出去又回来？那看功力呀、是不是？还要看有没有很小心翼翼啊，是吧？真的是这样子，运转顺畅，人生一大美，一大好，是不是？如果它丢出去，一下怎么又回不来了？又怎么样的？有什么多灾难？代表什么？功力不够，那赶快修啊，把修功力修起来。所以不是在害怕或等待死亡，而是在庆幸着自己每一天的分秒之间都在成长。应该是以这个心态，我跟你讲，很容易活到100岁，是不是？诸如此类，人生中啊。那个火不能熄，对不对？那个火熄了，什么都凑不上劲，对不对？说这不想，说那不爱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喽，营造，把你的每一天链接在一块，把你的每一个 moment 链接在一块，好事链接在一块，营造里面呢？不在讲嘛，热情的营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要暖化，暖化好办事，对不对？东西太冷了就卡那边了，对不对？热胀冷缩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无限的营造，为什么让自己的一路能够走得更顺、更好？所以这些东西啊，你能说 no 吗？你说 no，你现在说 no，你现在不自己修这个学分，就有一天一定必须花时间精力来修，只是在哪里修不知道，对吧？那不如今生好好修一修。所以讲到这里，我们每个人的一生就会去想了，我们的另一半，我们的子女，对不对？当我们老的时候，就会去想我们的另一半、我们的子女、我们的事业、我们的财产。有没有？都是课题呀、啊，都是课题。下一代给他好的教育，是吧？尽人事，那么祝福你下面的这一代，下下一代，是吧？你能看几代嘛？看3代了不起的吧？是不是？就了不起5代同堂可以吧？有没有6代的？好像很少听的，就7代几乎没听过，是不是？7代当然也活了200岁了吧？因为怎么弄，是不是？所以喽，汲汲营营的，斤斤计较的，心中老是不安的，你能不安几代吗？你能在那边天天想着那些这样那样的，你能在那边搞几代？问题是几代的后面的子孙，有几个人记得你？所以你干嘛浪费那么多美国时间？是不是？想开一点，自己修成比较重要。但是不是说你不管子孙呢、啊？由你的风范为引导，是不是？